兄弟们大家好啊，我是户外小徐，然后咱们今天又过来起花篮了，在这个水库里边放了两个笼子啊，咱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，咱们过来看看啊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花篮已经翘了，不知道里边鱼多不多，看着没啥动静。哎去，花篮不见了，在那儿，卧槽，给顶到那儿去了，看见那个红色的了吗？给顶到那儿去了，过瘾，不知道什么货啊，咱们过去看看，当时在这儿，然后给顶到那边去了，牛逼了，兄弟们，这就是野库的魅力啊。花篮，这就是野库的魅力，兄弟们，看看。兄弟们，花篮跑到水中央了，里边有大鱼，浮漂直接不上来了，兄弟们，鱼直接在水里边，怎么说搞不上来它。咱们找了一个木头棍，看看能不能行。能不能把它拖过来？应该刮到了，应该刮到了。算了，跑得更远了。坏事坏事，特别沉啊，也不知道里边的鱼多大。还没有号。看见浮漂了吗？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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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掉了跑掉了，完犊子了，去最里边了，去最里边了，还是不行，咱们的这路亚杆太细了，这是钓马口的路亚杆，然后咱们就地取材找到了一个这种稍微硬一点的铁丝，然后咱们把它做成一个钩，过来勾那个花篮，看看能不能勾上来。越来越往里了，浮漂直接不露出来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鱼，应该是鲤鱼或者黑鱼，反正特别大。好了兄弟们，锚钩就做完了，一个特别简易的锚钩，咱们的线组也太细了，而且这个杆子梢太软了，钓马口的，咱们试一下吧，试一下看看怎么样。出发，必须得干上来啊，今天。我操，我的路亚杆，这是钓马口的，太软了杆子，你看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，试试吧。勾到了啊，看鱼竿已经把它勾过来了，勾到岸边了，咱们下去啊。两条鲤鱼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两条鲤鱼。还要跑，还要跑。哇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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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狼子。哇塞，哇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哇哇哇哇哇，哇哇哇，一定要稳住劲儿啊，稳住劲儿，稳住劲儿，哇哇哇哇哇，怪不得直接扎到水底下直接不起来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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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，哇哇哇，哇塞，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。还特别有劲儿，我靠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看看，
哇塞，真贵，贵阳行了，贵阳行了。哇，我靠，这挺大的，看看我的鞋，看看。兄弟们，有的朋友说我是放的鱼或者怎么样的，你们看看这个鱼的颜色，看看，金黄色的，看看这个嘴唇，哇操，太好看了，两条鱼，怪不得，看，怪不得，啊，过瘾过瘾，这条大的不小吧？这条大的得多大？这条大的确实不小啊！看我的手，看我的手，这有多大？